组织的部分我等一下降档之后再给总课测，然后再看要不要记啊。我是觉得还是组织说不定还是要记的测试，因为他们不是只有改这个，他们如果是只有改时间，我就觉得倒还好。分钟吗？跳吗？跳过的，跳过了吗？还没跳吗？